哎，别弄我！怎么了？流鼻血了他。我的个乖乖！来来来来，他那个洗脸在哪里啊？在楼下。在楼下，哎，你帮我一起弄一下。我帮我擦一下。哎呦，哎，你俩干嘛？打架的话，拍完也没得吃啊！我都踢用几遍了。回人了，我跟你讲，不搞这个妆造，你怎么配得上我那个小礼帽？瞎你那个弼马温，怎么是弼马温？我这像弼马温？像像。瞎扯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明。今天是周末，我们全家起了个大早，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去干嘛？拍全家福。对的，没错，今天我们去拍一个大古装的全家福。现在我们全家过来先吃个早餐，等会儿吃完早餐我们再去化妆。饭团是谁的？我的。烧饼。我的。汉堡。咱家欣欣今天还有点倒霉，本来我们是一起去化妆的，但是临时接到泰拳老师的通知，要去学校搞个泰拳表演，对吧？他们在这里化妆，我先带你去打泰拳，你先去试衣间把你泰拳服给换上。那你去吧。家长也可以进去的，家长可以进去看吗？啊，可以的，可以的。哎，碰到个老师说家长也可以进去看了，我正好过去看一下欣欣是怎么打泰拳的。哟哟哟哟，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宝宝，那你在这练，我去大门口等你。我没看到有家长在这里，好吧？没有一个家长在那里，可以看，但是我不好意思，都是小孩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哟，月月。你的脸好白呀，这一下子气质颜值都上来了，月月美美的。赶紧去学校捡孩子。好，不动了啊，现在就去了啊。他不是十点半吗？老师10:06就发来群里让你去校门口捡孩子。我的个乖乖，这总共打泰拳才打了20多分钟，这搞啥也不知道。嘿，瞎折腾。这欣欣吧还打电话催我了，我的个乖乖，这总共去就打了么20分钟泰拳，真够折腾我了，我不如在学校门口直接等着不要走算了，烦死了。欣欣怎么就打这么一会儿啊？领导来检查。哎呀，妹妹妆化怎么样了呀？妹妹妆化的还行，衣服换好了，现在在盘头发了。我好期待妹妹化的那个样子。妹妹画的挺好看的。妹妹，哇，妹妹，你画的好好看啊！我什么时候能画？你等她画完你就能画了。哇，妈妈你也好好看。哟，你衣服也换上了。我还没换呢。就我这种。怎么感觉你这个妆那么浓啊？哎呦。浓妆淡抹总相宜。一把西湖比梳子。啊？怎么了？流鼻血了他。我的个乖乖，来来来来，他这个洗脸在哪里啊？在楼下。在楼下，哎，你帮我一起弄一下。这边这边这边。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啊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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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给他洗，你给他洗。我没法洗，我这个袖子太长了。来来来，你拿着，我给他洗。我的个乖乖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我上哪个？别说话了，先别说话了，醒一下。行。哎呀，使劲。你怎么还有可能还在流？你看他还在流。我的乖乖，这咋回事？捏着纸一会儿鼻血嘛，捏着一会儿，捏着鼻翼那里纸一会儿鼻血嘛，鼻翼。那我们蹲下捏，我这是弯着腰有点累。哎呀，哎哥，再给我点纸。这纸巾都放地上。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呀？就擦一下。没事没事，滴下来我可以。刚才抠了没有？没有，没抠，他说没抠。现在止住了。没有止住，是我捏了鼻子，我一松它就流出来了。不要松，你松了白捏了。哎呀，行行，好，就让你醒了。好，你赶快用出，哎，脚脚脚脚脚脚脚，我来收拾，你们去化妆吧。欣欣，你先不上去啊。欣欣，万一到上面流了还要再下来，你先在这里等等爸爸。你坐在那里啊，你坐在那里，妈妈先去化妆，我先把这里处理一下。你是过来带她去化妆的是吧？对。哦，走吧，该你化妆了。我发现自己好丑。说啥话呢？我的确很丑。确实很丑。我看看，嗯，不丑，你再丑老爸都不会嫌你丑的。梅姐，这要上凤冠了，这叫是叫凤冠吗？
我感觉我的脖子都要往咔呀。好看好看，好像背了20斤的东西在头上。你不搞这个妆造，你怎么配得上我那个小礼帽？呀，你那个弼马温，怎么是弼马温？我这像弼马温？像，瞎扯淡。梅姐开始穿正装了。看着梅姐穿的这么漂亮，我都有点期待我的古装上身效果。哎呦，弼马温来也！不可以，停！不可以这么做。我老爸可真是个逗逼呀、啊，连耍帅都不懂。你看，他还在这边笑呢。化妆我也是最后一个，这拍照我也是最后一个。人拍的热火朝天，我在这儿唱大戏一样溜达溜达半天也轮不到我。给我算算啊！穿上不行吗？在妹妹后面，在妹妹后面，在妹妹后面。我感觉我穿着没她有气质，你看。男的就这样。他的那个官太有气质了。就是我这感觉没她有气质了。好了，你请我了，哎，请我这。干啥？干啥？干啥？给我填补了，哎，请微信先生。哎呦，哎，你俩干嘛呢？打架的话，拍完也没得吃啊！我刚才踢中几遍了。我怕锤人了，我跟你讲。靠近，姐姐往旁边去。No no no, I'm sorry. 别逼我出手啊！别看我这个，妹妹，这里妹妹，这里，哎，手机放好。抓了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不及呀！笑一笑，三个美女。笑一笑，妹妹，妹妹，别手干，你们两个手干。拍个照片好累呀，梅姐那个头饰起码有十几斤，拍了有半个多小时了，这整的都有点不耐烦了，哎，别弄我。我不想让你给我增加一点点负担，别碰我。好，开始背起来。不要背，不要背。还背对着背呢，好朋友啊。所以你不要背可以吗？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终于全部都结束了。我的个乖乖，好累呀、啊。你累啊？你也累、啊？我是最累的。你呀、啊？我感觉我这脖子。你拿掉了是吧？对、哦。都好僵硬。嗯，带他们俩去吃冰淇淋去。这两个小家伙真的今天该奖励奖励。还是穿自己衣服舒服，你说古代人穿这个衣服咋受得了啊？梅姐戴着一会儿会儿，她头脖子都酸得要命。那三个脆皮大圣带，脆皮大圣带来三个，好，走，走了走了，好了，给他们一人买了一个脆皮大圣带，然后我们现在去吃饭，到吃饭地方再给他们吃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拍这个全家福确实有点累人，这折腾了有三个多小时了。那我们就等待着出片吧，来跟大家拜拜，拜拜。